来了，郭总，你快点。这个鸡你就按照自己的方法姜一下，先放白胡椒，完了蚝油，开始生抽，简单的放一点淀粉，把点油一封，腌制20分钟到半小时就可以了。这道菜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小李的亲自点上，我绝对不做。真麻烦，没瞅，放点辣椒煎了半个小时，提前拿那个水把它抓一下，不然的话下锅一瞅，嘎糊。真不容易啊，老公。所以说这个菜啊，都是爱。郭总。都戴上手套了呢，又是昨天拿手舔还挺甜的你了。现在是临平炸鸡王厨，首先第一步我们是把它炸定型。出锅的时候不要关火，因为你一关火，那个油一下就渗出来。炸的这菜，然后炒完米饭就简单就是，先炒花椒跟辣椒，油温。不用太高，既然是朋友来，就不要让大家在辣椒里长肉。其实你看，我买了挺多鸡肉，长了就这点，还得是辣椒里长肉。郭师傅，对，炫上鸡柳，也没炫技，怕它糊嘛。哎呀，这辣椒看着真香。你怎么去看它好没好？就是你稍微颠一下，你听它有个刮锅的声音了，然后你再拍一拍。那明显已经变脆了，说明它好。哦，这会儿呢，我们把鸡肉放进去，白糖，放。香，肉还是很多的，很好吃。要是我现在吃，不辣去。你爹听抽你，儿子大，老子大了。出锅了，哎呀，嘎嘎一个味儿，这比饭店的好吃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老公也就不喝酒，主要是喝酒，加上自己做的菜，我必是个酒迷。嗯，老美了，兄弟们，开饭了，开饭了。哇哦，哇哦，完成了吧？搬家快乐，搬家快乐。但是这个纯粹不是也有酒吗？花椒，这不是太行了，这辣椒放的好。下午再那个多放辣椒，少放点肉。那不行，肉现在让你做辣椒少肉。龟鹏说这个菜的麻烦程度，就是对你没点爱，他都做不出来。把肉切成小块。手老板，手老板，这个你们看，咱俩都在独立，好哥们，那就。我觉得这不是纯纯的兄弟情，我觉得。